哎，两位老师好。你好。主持人好。老师，我们来介绍你的新作《渔港台湾》。是不是先请玉珠老师先把你们这个系列的书第二本介绍一下？这本《渔港台湾》是台湾的西半部这边的渔港，因为过去渔港好日，我是先画东部甲东北角哈，迄个所在是离阮家较远啦。啊，迄个时阵体力较有，所以拢先走遐。啊，即摆年纪较大吼，较来走西部这边。位汤落来，安尼每一个县市有渔港的，我拢总去甲行搭，去甲踅过一遍，啊去甲画，啊画甲到吼规个西部安尼。安尼拄好，这两本册呐倒开，就是拄好规个台湾踅一遍，全部渔港拢甲画着啊。啊，画这个渔港吼，对西部这边的渔港的感觉吼，跟东部是感受较无同啦。为了我拢有写一篇文章伫遐，所以大家会当那看册啊，那欣赏阮画的图，会当看我内容，会当照这本册的地图，按图索骥去迄个渔港遐甲行行看看咧。西部的渔港画起来应该较感伤吼，无像东部遐水。唔是讲无遐水啦吼，就是讲伊无迄个山做背景，有山的足少。敢那迄个高雄迄部分遐吼，高雄屏东遐有一挂渔港，佮有山通做背景。啊，若佮徛伫遮嘉南平原，佮徛伫这规个吼，拢总是背景较平啦。啊，较平，咱有较平的画法啦。而且你无看到足侪消波块，佮迄个水光吗？你袂感觉足感伤？有啊，啊，等咧画的时阵吼，伫画图当然爱经。经咱喜欢的物件画，啊，不看咧无喜欢的，就甲消除啊，经迄个构图啦。好，吴正老师讲者，恁第二本著《渔港台湾》。渔港好日画了吼，就有人问讲，啊，恁因为咱当地人拢台湾西部人较济嘛，啊，就有人问讲，啊，阮厝边迄个港口无画着，即款场面真济，即款机会真济，所以阮就。计划讲，无咱有哪来画西部？其实西部的港吼，拢差不多啦，无像台东的山有山的山势。啊，即马咱画西部，就是伫西部边缘，啊，就变作无山做背景。严格讲起来，伊较歹画，因为拢差不多。啊，咱爱去掠出伊的特色，咱爱搁卖画消波块。在一个足边缘、含大家拢相像的港内底，咱来去找一个真特别的角度，所以有较歹画。对时间有一挂焦虑感，就是惊讲家己的体力有限，来经画有了。其实袂啦，因为阮住的所在吼，差不多大部的港吼，大部分拢会当当天来回啦。啊，无就是过一暝就会当倒来啊，所以对阮的体力来讲，算较轻松就对啦。啊，尽量若会当当天来回，咱就当天来回嘛。早时啊去画一位，下晡时啊画一位，安尼真紧就解决掉去啊。啊，恁出门敢会先收集资料，去了解这渔港的历史还是？是啊，较少。咱先甲图画起来，先找迄个地点哩对啦，爱找啦嘿。一定会严格嘛。有伊个历史嘛，啊，咱迄以后较去上脑筋，先画起来。好天，啊，心情有够，先画起来。啊，如果去呢，拄着天气歹，你嘛写画嘛吼，还是择日再画。介少天气歹啦，天气歹咱也卖出门。啊，玉珠老师讲一下恁这本你画的心情呢，还是各方面技巧拢较成熟了吧？对啊，技术上有较进步啊。过去我看不定画图，有差不多的感觉。因为有个人讲，这两张图看咧，咱也作相共诶。哦，恁那一个构图，两个咧各自画嘛。我若坐伫遐，伊着看这个角度好，啊，我也拄我看这个角度好，啊，画起就会变作构图差不多嘛。啊，有时啊坐伫遐，伊看诶角度向东，啊，我向西，啊，着虽然诶角度无共，着会差足济。啊，其实是共一个共吼。啊，所以这着无一定啦。啊，但是讲伫画诶技术上是。我感觉有较进步，啊，武定会感觉讲，
为了安尼会相共，所以伊会去改变。所以这本内底武田的图是已经是变作构图上啊，个技巧上，佮较无相共啊，看我会差足济啊。但是你们的笔触还是有点不一样嘛，吼，你好像都比较快状吼。顶一本就是安尼啊嘛。第一本的时阵，两个人的画风较接近啦。啊，第二本我有特别注意到这点，所以我就想讲来用无同的表现法。比如讲，第一本我无用线条，第二本我来用线条。啊，佮留白。第二本佮有作者用迄个留白。画介少人留白留空白啦。我即马即西部语感，我就真侪留空白。国画佮留白嘛吼。国画留白是正常。国画留白正常啊，水彩嘛是有人会用留白。水彩我那会啦，啊油画作少留白。油画较少留白，留白袂输作品无完成安尼啦。所以一般都是爱色彩丰富啊，你哦。哎、啊，你们那个笔触也要刻意去留下那个刮痕嘛？哦，迄足重要，迄足有标准诶。每当抹刚刚那像水彩安尼均匀安尼。对，哎，有迄笔触油画笔触爱留起来。不但留起来，搁要去强调伊，安尼较有力。嗯，你现在油画这歹干啊？你一工要安那画了？我爱想办法处理啊，甲隔起来，隔起来用钉一个箱啊，啊，要袂画了，拢藏伫箱啊内底，无烧它。所以呢，画一半了，有若会当收起来？你绝对袂打，当日袂打，可能爱几礼拜了，较小块，就是爱定一个箱啊，甲拄啊画好诶，保护起来。不管有画了无画了，拢爱保护起来。就像咱个餐厅回收层啊，你一个。对。阮大部分拢现场完成啦，阮介少摕倒来，搁继续画。这个摕倒来，上济是讲。在那个外口兵荒马乱的时阵，无照顾到，回来阁小可修补一下。其他阮在真济机会拢爱伫现场完成。啊，恁即届交通工具嘛无共啊嘛？进前是迄个箱仔车了嘛？一开始渔港好日的时，阮的农业车是Toyota的迄个海尼斯，迄台较简单。啊，尾啊，画到一半，阮就买。福斯的卡利福尼亚，这台设备就较好，生活设备较好安尼。第然后到西部这个渔港台湾的时阵，有一半是塞卡利福尼亚出来，啊，一半是台湾买啊，这台较大台的迄个自走式露营车，就是真正的露营车的对。生活设备较好。对太太较公平，所以画画也是一个享受。一开始较辛苦，对了。啊，玉珠老师要煮物件较方便哦。做方便的啦，不过阮尽量是在地消费，阮去到某一个所在，尽量阮也会当买当地人煮好的来食，阮尽量无家己煮，省时间嘛，啊嘛是在地消费啊。你们时间重点都放在画画上了，啊，其实这样一天也是很紧凑嘛。去鱼港吼，免惊无通食啦。海产啊，咱都尤其许，逐日拢渔船啊，拢来渔船啊，起来都是拢现货啊，甚至会当看人伫遐抢鱼啊。啊，你们画这么多，这个人家如果在旁边看，你们也是很习惯了，习以为常啊。大部分的鱼港吼，拢已经拢足少的啦吼。像东部的鱼港，你伫遐画一波嘛，无人来来看。啊，西部是较有人，但是嘛无足济人啊，真济港拢人袂挖来看。所以，迄个鱼港就是钓鱼客较侪尔嘛，剩咧拢无。拢钓客较侪，阮会拄着足侪钓客。啊，西部的港有像芬林、嘉义遮吼，有拢咧饲鹅啊，迄港差不多就是拢咧饲鹅啊。啊，规个港拢迄个鹅啊壳，规大堆。啊，因即摆会当要整理迄个因个饲鹅个家私嘛，个物件。有时啊，人拄啊伫遐咧消遣，伫遐啉啤酒。啊，咱也过共采访讲，咱即个港的迄个生活情形，哎，要请咱啉啤酒安尼。啊，这对我来讲吼，足困扰安尼。咱要啉嘛，毋是，咱等下要开车走啊。啊，无啉袂输，看伊无够重安尼。啊，所以尽上好的理由就是讲，我无偌久我就要走啊，我爱开车。
用开车做旅游啦，挺好的旅游啦。啊，毋着玉珠老师爱啉，我嘛无甲啉啦，因为吼，啊，大人无啉酒是正常的啦。啊，就是会下面开讲啊，啊，拄着那是因为迄个蚵仔通卖啊，我捌一边讲买老柯，因为我就讲，啊，老柯是啥物，我毋捌啦。吼，啊，我就去问因遐咧伫遐咧背蚵仔的阿桑，啊，因就甲我讲老柯安怎安怎那个。啊，我讲哦，安尼哦，啊，很好，安尼敢会当一两斤仔卖我？伊讲袂当咧，即拢人订啊啦。哦，啊，我着甲吓啊，讲人订啊，我拢无够通备互人咧。啊，我着甲使奶，讲啊，你得甲，你要甲我讲脑壳很好食，啊，佫唔卖我？哦，啊，你当麦甲使奶一下，因着真正半两斤卖我。啊，一斤偌济？袂记一日啊咧，啊，无较贵啦，袂较贵啦。我猜蚵仔一斤才百五百八吧，啊，脑壳是毋加？佫贵一丝，较贵一丝啦，较贵一丝丝啦啦。啊，咱会当接受嘛，因为迄老客是佫加饲一冬啊。哦，伊加饲一冬的蚵仔，当然成本较悬啊。嘿，啊，所以加一丝是应该的啊。嗯。啊，恁有计划恁这渔港好日佮渔港台湾的画作去做一个展览无？嗯，那有机缘呐。哦。我无特别去安排啦，啊，就是讲若有迄个机缘讲。还是讲哦，对一个所在，因有想着讲要展渔港的图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有甲咱讲，咱嘛是拢会当配合啊。哦，恁这上百幅的作品呢，迄空间嘛爱真大。不止啦，因为画港去画两三遍嘛有啊。所以这个渔上济的迄落港吼，三十遍。画三十遍的，画的感觉不太好，又想要去画，是不是？啊，就白天、晚上、下午、上午，安尼无同的时迄落时段啊。主要是找机会出去遐佚佗啦，找理由啦吼。对啊，啊去就看咧欢喜就甲画啊。嗯。啊，有没有特别印象的是较水的鱼港？西部来讲，差不多，但是画港在无较好耍的所在是较大的港，像这个。桃园、竹尾啦，竹尾渔港，哦，足宽，范围足宽，啊，内底足闹热嘞。啊，遐个会当去海边啊翕照啊。啊，永安渔港，永安渔港嘛足大。足观光的啊。嘿，拢观光渔港，啊嘛有挂迄落港是足小，拢差不多无人会去的吼。啊嘛是感觉讲真趣味啦，嘿。嗯。而且西部渔港唔足侪拢什么泥沙淤积啊，是啊。对，大部分。我已经像迄落。王宫渔港，伊船仔会当出去的时间，甲入来的时间，拢是涨潮。伊啊上，迄个涨潮的先出去，涨潮的时阵回来，啊无伊就袂当回来。真侪港拢安尼。淤积的问题就对了。拢淤积嘿。过来的港拢安尼，啊甚至外港已经拢去一看无港啊。我去的时阵看是沙漠啦。哦，讲啊这安尼是船仔边啊，啊拢船仔拢是顶悬，拢伫迄个沙顶悬啊。因讲啊，到那迄落涨潮吼，的时阵就较紧处理啊，安尼。这就是有一个鱼缸，迄当初迄个防波堤的设计呢不良，就会造成那个什么海沙淤积嘛，好像是这个问题嘛。可能啊。啊，那凹嘛不好嘛，规规你个。过来接过去啦。对。总是有遐沙啊，啊，你来凹去遐，啊嘛是搁搬去别位安尼啦。啊，有一两个缸吼，像白沙墩遐，伊迄个缸就无做堤防，伊还搁是沙滩。啊，因的船啊，渔船就是放伫沙滩顶悬咯，啊，下底有链啊，有迄个链啊架，啊，所以要出去的时阵拖去到迄个有水的所在较落去，啊，转来也是搁安尼甲拖转来，啊，所以我来看，嘿，伊迄个船啊，就是下底有链啊，较趣味啦。啊，老师，你这个渔港台湾尾料料，你们有没有下一个主题？希望会当尾朋友，但是朋友啦，体力已经差足济啊，所以。阮有咧想讲用 iPad 去拍哦，用 iPad 画，就免搭足侪物件过嘛。因为去到拍哦，拢准备咱讲随转来啊，咱有时啊咧布炸了无够，啊是干料炸了无够 ，iPad 无这个问题，伊个足轻呢。讲起画绿岛的时阵吼，是甲迄个露营车配过，甲车配过啊，颜料、画布、啥物货拢装起。啊！伫遐画到无够，阁叫人补寄原料嘛。啊，绿岛总是邮政啥物货较方便。啊，了就是讲平王吼，伊每一个岛，每一个岛拢有渔港。啊，67个港拢分散伫所有的岛顶管，所以咱若讲要开车去嘛，无可能。所以你爱像我徛倒摆。嘿，看徛可能去遐较租倒摆啦，去遐租倒摆吼，啊，就每一个港较会当。较细个头啦，
啊，就袂当讲作者话剧啦，就较简单就好啦。iPad 会较轻巧，画的速度会当较紧，所以会当上午画两三个，下午画两三个，伫一个月内底来解决掉。但是迄就少了油画的感觉嘛，吼，油画就是安尼刮啊。看功力，伊我是还佫咧练，啊，伊用 iPad 画已经互你看袂出是毋是油画。就是看下这油画，就是模拟油画的质感啦、啊。嘿，伊已经会当安尼啊。不过我认为讲 ，iPad 有 iPad 的特色，你不一定爱借着水彩的感觉，还是油画的感觉。因为这对我来讲，无迄个必要。我爱聊 iPad 的特色，就是它本来的感觉，不用刻意去伪装安尼啦。哦，谢谢两位老师。